好，我们先站起来一下。好，我们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激发菩提心。阿弥陀佛，为诸位菩萨祝福，安和丰富，增福增慧，早日成佛。阿弥陀佛。各位菩萨们，请合掌哦。我们向上一问讯，向师父一问讯，我们礼谢主讲法师、国祥法师一问讯。我们希望国祥法师下次再来生机会讲经，好吗？好。各位菩萨，请坐。各位菩萨，大家午安哈，肚子饿了哈。很高兴诸位菩萨到圣机会来啊，参加这个圣严师父的经典讲座。但是啊，跟各位菩萨报告一下，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师父的这个 DVD 啊，三集到这边而已哦。大家遗憾吗？其实还有了，还有。我手中还有8集哈，啊，八个小时的 DVD， 这是我再去挖出来的。但是这8集的 DVD 呢，是师父在国父纪念馆，他讲的《金刚经》还有《心经》是对大众讲的，啊，跟在龙禅寺讲的是不一样，是不一样。啊，还有《维摩诘经》，师父也讲了很多，但是我还没找到。没找到，我会继续再去师父的那个仓库里面呢，继续再去挖宝啊，好不好哈？我会尽力去做。那啊，接下来下个礼拜啊，我们是请到常严法师，他来讲这个《佛遗教经》，这个是在好多年前了，大概将近10年前，那个师父啊。那时候常严法师还是林梦莹老师的时候，他到纽约去打禅师，然后师父啊，就是用他有空的时间对着常严法师他讲经，就讲了2部经。那佛遗教经呢，就是常严法师他师父讲他就记，然后记起来就整理成经典系列的书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请，其实也是师父的经典，但是呢由常严法师导读，但是就是没有师父用打喷嚏来说法的这一段，师父的幽默面呢，我们都暂时看不到，但是精神呢会在的，所以啊，现在有很多人在网络上报名，还有诸位菩萨，我们有打勾的有没有哈？打勾的，麻烦各位菩萨要先登记一下。那有很多菩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佛遗教经买不到咯，我们那个佛遗教经啊买不到啊，因为这本经典呢，已经在华古文化已经绝版了，它没有再印了，我们要求它再印了，可能要再等2个月以后。那我们现在我们里面的行政菩萨呢，到安和温念，到龙禅寺，到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各地，我们的婚宴把所有佛遗教经全部收到我们这边来。那数量好像不多了，剩下好像50-60本吧，最新的记录我还不知道，还继续在寄回来当中。那所以下个礼拜如果是诸位菩萨来没有经典的，那就来这边请了，先到的先请好不好？因为数量不足了。那每一本我们要收100块的工本费，那个是99块，我们说100块都不要找了，剩下的算油资好了哈。大家可以多缴一点不要紧啊，我们附持其他的这个圣严教育基金会的这个结缘品的哈。好，那我想各位不用担心了哈。那我们这个经典系列，我是希望
既然我们这个是圣严书院讲堂呢，我是希望能够继续办下去。那这个麻烦诸位菩萨，为你自己多念观音菩萨，让我们这个经典系列可以一直的延续下去，好吗？好。那我还是感恩诸位菩萨哈。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哈，感恩诸位菩萨，下个礼拜早。